确定龙分解动作，左手攥拳向左，右拳向上，左拳走左上，右拳走右上，往中线合，重心不动，手心相对在胸前，啊，右手在腹前，左手在胸前，左手下擦，右拳拉开，重心移，双手啊走左右弧线啊，合转重心，右拳到这个地方往前冲，啊，左拳拳心朝下放在右小臂的中间位置啊，然后双手夹捧紧，左手左拳外捻，啊，重心右移，拉开，啊，右手太阳穴，蹲不了那么低的，就这样高的啊。好，眼看左前方啊，啊，眼看左方。